看到眼前的呢，我要来了，方便面没吃饱。哎呀妈，方便芥末酱，我很喜欢方便芥末酱的，但是这玩意儿有个缺点，吃多了腻呀，劲儿大了，多了腻呀。 比沙拉酱好点，因为它里面加了芥末，稍微的能爽口一点。芥末太好吃了。无骨炸鸡，还好。这两天太热了。哼，妈，太费酱了。 南昌拌粉配煎蛋，我来了，姐妹，这是我们家所有的鸡蛋了，等会儿得去买鸡蛋。香香。 满满登登。微辣偏中辣。这是几个蛋？带劲，拜拜。发10盒，一口猪没有了。之前发8盒，现在付款成功给你发10盒，每盒7条，1天1个或2个，吃完多喝水。不会去联系客服，每盒7条，现在付款成功给你发10盒，总共70条，吃1个月左右的量。你只要不怀孕不哺乳，剩下的男女老少10岁以上都能吃。保质期1年，常温保存，都是新日期，7天发货。